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N2 的唐安琪。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拉票公演给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。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，这也是我父亲的爱好。他年轻的时候经常代表他们的单位参加各种唱歌比赛，而我遗传了我父亲的天赋，我受他影响学了声乐。从小我是被姨妈还有外婆轮流看护长大的，因为父亲身体不好，所以妈妈陪着他辗转各地看病。对于父亲，我唯一的印象是有一次我妈妈出门上班了，然后我很饿，吵着要吃饭，但是我爸爸不会做饭，于是他拿着一个鸡蛋，按照微波炉的说明书做了一次蛋糕。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次蛋糕。虽然回来被我妈妈好一顿骂，但是那个蛋糕的香味我到今天还记得。我很喜欢我的嗓音，在小学的时候我身兼了班级和学校各种很重要的职务，我积极参加各种校内活动，参加了很多兴趣班，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我幻想着有一天能很多人能喜欢我的歌声，但我一直感觉到我缺乏情感。有时我无法体会歌中的情感，也无法完全用歌声来表达我的情绪。后来父亲因病去世之后，我的性格改变了很多，我孤单自闭，不爱和人交流，我开始自卑了，我的小伙伴也渐渐远离了我，我不爱主动给人打交道了，对任何事再也没有那种积极的热情。我妈妈的脾气也变得暴躁无常，我经常和我妈妈争吵，我的家庭已经破碎了，我开始变得阴郁冷酷叛逆。我的同学也渐渐远离我，他们不敢再在我面前提起任何有关我父亲的事，我变得人心焦灼，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能稍微快乐一些，把我自己沉浸在歌声里，可以忘却我的一切烦恼。我知道我妈妈是很想给我一个很好的环境的，但什么都想给我最好的，但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的无能为力。同时我也明白了，死亡代表着终结，没了才知道什么是没了。在我的大学生活，我迷茫而不知所措，我一个人住，我可以几天不出门，我吃着素食，看着电脑，跟学校社会完全脱节，我不知道我每天自己存在的意义，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。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人生和工作的压力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干什么，我以后要做什么呢，我每天都在这样想。我选择避世而独立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能干些什么。经过很长的时间的调整和思考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，不管干什么，一定要用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去做，不让自己
被重复机械的工作所压垮，要让自己富有热情和积极性。虽然这样想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实际行动。2012年的十月，我通过微博知道了 SH48 的一期生。我很羡慕他们，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这就是我的梦想啊，在舞台上闪闪发光。我很后悔没有早点看到招募信息，于是我慢慢的关注了一年，终于等到实习生招募开始了。这个时候我却犹豫了，我能选上吗？我马上就要过了这个爱做梦的年纪了，我不想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，每天淹没在朝九晚五的下班上班潮中。我不想有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。最后在报名截止前一天，我投递了报名表，最后也一鼓作气地入选了。入选那天，我站在星梦剧院的舞台上，感觉是那么的不真实。我觉得这个五光十色的梦就要实现了。二期生在开始报道时就订了一套名字为剧场女生的公演，大家都卯足了劲去争取位置。我在二期生中并不起眼，没有精致的容貌，也没有突出的才艺，也没有什么话题性。好多年没跳舞的身体是那样的不协调，我非常着急，隐隐的自卑。当年我为什么没有学跳舞呢？为什么我没有好好跳舞呢？但是着急是没有用的，我每天放学之后还有上课之前都偷偷地来到练习室一个人练习。很快剧场女神的公演的名单出来了，我不在那个名单里。虽然这个我早已预料到，我压抑着自己遗憾委屈的心情，鼓励自己说多练习，我替补也是有机会的。我不敢找人倾诉，就连我妈妈给我打来电话我也不敢接，我怕她听得难过。在首演前几天，老师告诉我决定由我来唱 B 舞的前作曲《恋爱捉迷藏》，这是我在这套公演里很喜欢的一首歌。我实在没想到一开始就需要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个舞台，身边没有队友在旁边帮忙。作为公演的预热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场。既然任务已经给了我，我只能努力了。我不停地比较与前辈版本中各种动作细节上的差异，揣摩意境。与其他16人相比，我只需要专注做好一首歌的演绎。如果连一首歌都做不好，那还谈上什么全场呢？11月2号是我们二期生的出道公演日，而我是第一个出场。给我已经关注了很久我的一个粉丝一个答案。第一个出场真的非常紧张，我感觉我在台上会站不住，彩排的时候每天脚都在发抖。后来队友们跟我说，当时他们在后台候场时也是紧张得快哭出来了。终于这首歌唱完了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你们的应援。回想这几个月的波折，我的眼角已经开始泛滥了。
最后我匆忙的致谢，回到后台开始大声痛哭。一直到谢幕击掌之后，我们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。其实我哭得很复杂，里面夹杂着你们给我的感动、压力的释放，还未能上全场的遗憾。首演的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望着天花板。这里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。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新的外号，叫前座女孩。很快到了118的红白，我挺不能理解的，为什么我们要跟强大的前辈们去对战？我们都没有准备好，我们也都还不够。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，我每天都在学习新的舞蹈和站位，我学得很吃力，却在一个人硬撑。队友们都沉默着自己在努力，压力大到我们队员之间都不想互相说话，整个练功房里弥漫着沉重的空气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很多人的潜力都被那个逼出来了，学舞蹈的速度和抗压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。后来我有一段时间进入了瓶颈期，我感到绝望而焦急。以前我进不了16人，我告诉我自己只要努力就有回报，舞蹈是可以练出来的。但是进入16人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。我想努力，但是无法努力。我也讨厌被当作另外一个人。我是唐安琪，我就是我自己。我现在还只是一个见习天使。天使应该是怎样的存在？天使应该是勇敢的，勇敢的面对所有困难。所以我以后不再会逃避了。天使应该是善良的，并影响着身边所有人，成为相信我的人的精神支柱，带给所有人希望。天使应该是亲切的，我不会再自闭了，我希望每天都能看到新鲜的陌生的面孔，能跟我打招呼。我是唐安琪，我是一个见习天使，希望有一天我不止降临在剧场，可以插上我光荣的翅膀，自由飞翔。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真正的天使，在大家需要我的时候可以降临到大家身边，给大家带来温暖和希望。我希望我们 SH48 的队伍能越来越壮大，希望能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然天使也会越来越多，否则我会很忙的，来不及见大家。谢谢。现在大家应该有些问题想要问我，那我来抽一下好了。
选第几个呢？问题二好了。安哲对于现在自己的定位是什么？想做怎样的自己？定位这个东西吧，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我是想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设定，不要去想着什么定位，因为你把自己放在这个定位里，你就会去为了进这个定位然后自己去演戏去怎么样的。但是我想我就是我自己，其实我觉得自己怎么说呢，自己算是 N 队里年龄比较大的，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比大家都懂更多的，也能照顾大家的一个姐姐，然后大家能很开心的找我倾诉的一个很知心的一个姐姐的形象。我想做的就是能回归我最初的初心，然后当然现在我的初心也没有变，想做这样一个不会被一些现实一些其他的东西所压垮，能保持自己单纯善良那颗心的自己。谢谢大家。我看一下，那问题三好了。问题是安琪在这个团体里的目标是什么？想要成为怎样的偶像？其实呢，刚刚通过我的演讲，大家也都很清楚了，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。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多的时间能让我去展现我的声音，我的歌喉，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我的声音，然后成为一个，当然现在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，跳舞啊什么的，这些都是我的不足的地方。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像我们本部前辈那样非常非常厉害，各项都非常优秀的完美偶像。谢谢。我再选一个问题四号了。问题四是，小天使觉得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？以后会有什么改变？我觉得我的优势应该是我在这个队里算年长的，然后看的书啊，然后就是跟别人打交道可能比其他人可能要多一点，然后就应该说是懂得经历的更多，然后比较怎么说，比大家成熟一点吧，成熟一点。然后劣势的话应该就是自己就是不爱主动与人交流，自己是个比较冷漠比较自闭比较沉默寡言安静的人，这一点就是说可能会比较吃亏，大家就像大家对我的初印象一样，觉得我是一个很高冷很凶很不好接近的人，其实我只是害羞而已。今天都说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自闭了，以后我也不会，以后我一定会自信起来的，所以说我想让大家看着我的成长，看着我的进步，陪着我一起经历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到完美偶像的蜕变。谢谢大家。非常感谢大家能来今天我的拉票公演，也感谢大家听我说了这么多，希望大家以后能一直在这里支持我们，陪着我们 SH48， 谢谢大家。